帅是一种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改善腋下多汗还有狐臭的疗程。一开始啊，我们会先帮你上麻膏，不要治疗的时候我们会先帮你标示要治疗的区域，打完麻药之后我们就开始治疗。那治疗的过程大概全部一个小时左右，治疗之后我们就会帮你做术后的清洁，然后让你冰敷，让你带药回去吃，就这么的简单。伊拉帅的优点，因为是非侵入性的，所以它不需要开刀，安全而且不会留疤痕。那么整个施打的过程大概只需要一个小时，不需要恢复期，可以随时回去上班，术后也不会有代偿性出汗的发生。